这是我所见的，我能够看见你们大家，你们大家是我所见的。本体本能对象能所，当我见到你们的时候，我见的是一片空白。我知道我能够见的时候，我光拜这能见的当做一个了不起的事儿。就是刚才那头目问题，他没有说清楚的事，但是他知道有分问题存在，就见见之事，见之事见。你能见所见，见的都见之事见，能所共啊。你这个当你能见跟所见都两个都没有的话，你就要想想让你能见的那东西是什么，让你所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能然后你能跟所都忘了的话，那个东西本体是什么。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你都能够把它了解，而且都能够把它放弃。你能够了解能够放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大家敢不敢追问，一直都问到问到你自己都不能答复了，连问都问不出来的时候，这叫不可思议。这是佛经里的最要紧的一句话，你不但不能够议，不能讨论，不能用言语说出来，你甚至不能用心去想。中国的造字啊，我就说中国的造字很了，你看这个思，底下一上头一个田，底下一个心，我们思什么，就跟我们用我们的心在那种田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停地在那儿搞这个田，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？起先我们是问什么，然后问如何，最后是问为什么，这三个步骤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切不可思，不可能。当你到了不可思议，你再问这个知道不可思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所以佛法是一直逼着人家，逼着人家在这问问问。学佛是否要把人世间一切看作无意义、无价值？那你还活不活呀？既然有无意义、有无价值，你不想活了，还是你预备自杀呀？自杀了以后你到哪儿了？自杀以后会怎么样？还不无意义，你连活都不知道怎么活，死往哪里去也不知道，这一个大谜团你怎么解决？连谜团我都想不起来，连谜团都没人能解决。啊，他的第二个问题，老子讲的做而不做是否是做人世间可以敷衍了事，是否用心做事又会落入职责？你不用心做事，你能做成哪样事？我们连想都得用心想，做事更应该用心做事。所以你无论是按照这个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佛家也好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关系真大呀。
一切无心的话，不是老子说无为呀、啊。但是他跟着底下讲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当你无为的时候，你就无所不为了。他让你无为的嘛，你不要说你芝麻蒜皮的小事。你想他永远把这件事，哎，你没坐着舒服不舒服？你那儿是不是太矮了？假设我整天注意你这事，我还能减不能减？这叫无为。但是你们每一个人现在脸上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而无不为。所以不是说无为我就什么都不做了，然后而无不为就是我什么都要做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道德经老子所讲的这个意思，无为者，你不要自己出西先主意找一些麻烦事做。你能够这样的话，所以老子说曰勤，我有三个宝，曰勤曰俭曰不敢为天下事啊。我自己能够知道的话，我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但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想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假设我们能够把这个往前一步的话，当我们名利权情这些引诱在眼前的时候，你能够不能够把它当作过眼的云烟？那么我们爱恋他的时候，我们想讨厌他的时候，无论是你爱恋